一级多草丛就是轰人，轰完了没技能只能挨打，挨完打了技能 CD 好了再回来再继续轰，几轰几不轰他没血了，往他那塔下一躲影子都没了。我二技能还有一秒，预判架炮，砰的一下第一滴血。各位观众老爷麻烦点个赞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这一局的出装和铭文都会留在视频最后。接下来好戏开演，下路一解决完，中路又开始团战，二技能准备好，等河蟹过去那就是一个轰，到了一技能突进过去一个脑瓜崩，之后大招辅助没大招，那么颠起炮管来我们继续轰，二连击破轻松。从上路下来我就看见有人在打大龙，二技能过去我们开始轰，突进过去我们脑瓜崩，大龙没抢着没关系，我们继续轰。此时橘子和明世隐他们两个打配合，橘子溜了，明世隐还在龙坑，一炮先把他轰回家，回头一看橘子已经跑到了老远，没关系我们继续轰。一轰没中，橘子跑的倒是挺轻松，没关系我们二技能准备，我们还轰，这技能准的，这人头拿的那叫一个很轻松。终于我们又回到了下路，这花木兰不知道什么时候撞到了我的怀里，我赶紧给他一个脑瓜崩，一套连招他半血就没了，我轰他他开启霸体，我上去又是一个脑瓜崩天下无双。眼看明世隐要跑我们又要两手空空，但是我们往左边一拐弯又看见了橘子兴冲冲，那我们只好回头继续轰，轰完我们就开启大招让他们搁这定住，又拿到一个人头好轻松。橘子想跑我们继续轰，二连击破我们终于可以放松放松。对面的射手朝我走来，那是气势汹汹，我一技能上去先给他一个脑瓜崩，回头我们二技能就开轰，轰完了他还不走，我们开大招又拿下了一个人头，真轻松。辅助响溜我们瞄准继续轰，170块到手，真是愉快加轻松。后来我们就躲在他的门口，对着对面的人员就是一顿乱轰，看谁不爽就开轰。明世隐他敢去二塔我们就开轰，天下无双让他两手空空。对面的姜子牙就想着回塔了，我们扛着塔也要轰，我们二连击破瞄的那叫一个准。后来橘子要找我决斗，我脑瓜崩过后直接开大招，打完了再来一炮，我们就三连决胜。我们上去再给一个射手一个脑瓜崩，崩完了我们就走，他追过来我们回头再一炮，这一下他残了，该我追他了。同时一阵脑力风暴，预判射手的位置直接开轰，天下无双爽歪歪。中路已经打得热火朝天，人很多，随便瞄都能瞄中，上去一个脑瓜崩随便就混到了人头，跑到橘子的面前直接开大，回头我们又看见了姜子牙的血条，上去直接快准狠一炮，再给射手一个脑瓜崩。花木兰缠着我们，我们不要和他硬刚，先给射手来一炮四连超凡，这时候他的脑瓜子就该嗡嗡，他想溜，我们钟无艳直接闪现过去一个大锤直接送他回家，这抢人头的技术那也是相当的哇塞。我来到了上路，从他们的后面突然出现，突然呢就给他们来了一炮，并且一技能过去没有脑瓜崩，直接开大，橘子和辅助瞬间就被我带回了家。对面的三人又来了，我又直接开轰，轰完了上去又是脑瓜崩，花木兰已经回到了塔内，我又开轰，这一波又是一个四连超凡，那是真轻松啊。对面中路已经开始团战，我方的钟无艳那是跑不掉了，对面的人员一记堆我就开轰，轰完了冲上去直接开大，直接三杀，花木兰二技能冲了回来，他砍我，我给他脑瓜崩。此时对面还只剩下一个人，那就是橘子，我们赶时间扛着塔我们就去找他，找到他之后他就想开溜，我们直接开轰五连绝世，这游戏不就完了吗？这大局不就已经定了吗？好了，这局比赛已经完了，下面我公布一下这局比赛用的铭文和出装，仅供大家参考。临了临了我又混俩人头。好了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期待您的关注，我是豆豆，我行你也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